我是第九节课的导演王立文，大家好。他睡，不要了，不敢动的感觉，大概是这样。好，好，我是被这个“师生恋”这三个字去吸引到的，在华语市场里面，这个题材是很少见。我们去聊的时候，其实大家都是希望可以营造一个比较有质感的这个戏剧。那所以我们也希望说，美术上面、服装上面、摄影、灯光方面可以做到一个精品。这个位置等，它早一点点开门，我觉得可以再早一点点，再早一点开门，再早个半秒。他是一个超级无敌正面、乐观的人。如果他的工作不是导演，他是老师的话，那他应该会让每个人都考上第一志愿的那一种。你那个不要那么无奈了，年轻点，阳光一点，要不要？不要你，是一个屁股坐下去的时候，心都碎了。因为他跟好多好多大导演、前辈演员，他经验太多了，所以我。觉得他就像一个宝，我一直想要去戳他，说一点东西，一点东西这样子。我把这几个东西放在这里好了，就你坐下来就有点晚，旁边的东西，那个也可以，我就用这个比较好，临场想到的感觉比较好。对，我上一次在台湾拍摄是2015年了，那这一次回来拍，我觉得整个产业进步很多。在剧本端的时候已经想到宣传的方向，从包装到制作上面，整个氛围都可以更统一。我知道你们很认真，我希望你们更认真啊。作为一个戏剧，希望他们喜欢我们的演员，我们的制作，那对我来讲就是很开心。第九节课是一部会让你看到心跳加速、面红耳热的影集，记得锁定。